新北市政府好友谊，而且也是去这客运业者的车厂来看这防疫的措施，有哪提示民众？啊，伫今仔要休假，今仔搭车会当加塞一挂这替代道路。出班进前，公车司机酒醒、尿血暗、放体温、消毒双手前出发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找五到客运厂慰问司机，也看业者防疫措施。就整个在开这份，对，因为包装纸是变的，对，我们吸完之后就把机件整个杀灭，对，然后。公车顶端有空气滤清设备，然后要上山的电动巴士椅啊，也用特殊的配面防止细菌掉落。伫收班了后，也以酒精加全车喷一种化学来消毒。那目前早上来看，国道五号已经略显有塞，到下午一定会造成更多的有塞，所以民众一定要使用替代道路。分散回到新北市的时间点。好友宜呼吁民众拄着塞车，加使用替代道路，也提醒民众伫开工之前、大众运输的时阵，爱挂嘴安，搁禁止食物件，落实防疫。记者综合报道。